两性循环从此开启。作者：台南慧琼。妈妈到福智长青班学习后，虽然我不太清楚她对于学到的内容是怎么想的，但是发现她与我的互动跟之前大不相同。不管大小事、好事坏事，她都会跟我分享，自己也会学着放下。对于一些事情的执着也比较不强求了，还有对于我的劝说也都能多少接受一些。但我想想，是他改变吗？其实我自己也有改变。之前是特殊假日才回娘家，电话也是他先打过来，问我有没有需要什么，说可以回家拿。现在我知道其实那是借口，他是想要我和先生带着孩子回去看他，陪他，即使只是吃一顿午餐都好。他甚至亲自下厨煮丰盛的午餐。为了让他开心，我只在一旁帮忙而已，看他忙得开心，我也欢喜，表示他的身体还硬朗得很。说起我开始对母亲产生感恩心的因缘，是有一次我去福智教师生命成长营当义工，在准备阶段时听到了一首歌《妈妈的喜欢》，歌词让我感动不已。当时我心里浮现的是自己过去的让母亲伤透脑筋的任性行为，身为老大的我不是做好榜样给弟妹看，而是任性而为，故意要气他。想到这里，觉得自己真是不懂事。在福智团体学习久了，开始知道要念父母恩。之后，我积极邀请母亲参加长青班，希望透由这样的因缘，她的生命能越来越好。没想到一个月一次的课程，在我亲自接送及陪伴下，母亲愿意持续上下去，甚至后来我发现她对我的付出有了感动，会想要自己去上课，不用我去陪她或是载她。前阵子她难得答应了要去参加一个活动，我当然义不容辞地说要陪她参加，她也感到很高兴。但其实我已经去过了，只是不敢跟他说，因为知道他会怕我太累，真是天下父母心。一切的转变都从日常师父开始，因为听了师父的话，让我一点一点想起父母对子女永恒不变的心。也要感谢所有陪伴我学习与成长的同伴。
远旅过青山，深蓝过海，喜欢
听风是怎么笑的，喜欢听雨是怎么哭的，还有白云为何在天空流浪，只有妈妈说傻娃娃，风是因为你乖才笑的，雨是因白云有泪。